美萱小姐，住手！我们刚住的话，你们都该死。 你为什么回来？你为什么回来？我为什么没有杀了你？啊！哎，住手！曼宁，你别过来！别碰他，放手！你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你不要冲动，你冷静一下，你不要这样。我要让你们死，我要让你们全都死！ 小姨，你冷静点。你针对的人是我，你想弄死的人也是我。放开他，都冲我来，啊！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的命都是你的。哼哼，别在我面前表演一往情深了。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假惺惺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爱。 周美萱，彩萱，你怎么摔倒了呀？来，快起来。没关系，爸爸那儿我去帮你跟他说，他不会怪你打碎他的红酒杯，也不会怪你考试又没及格。不可能，彩萱。 你看看你搞的，身上这么脏。姐姐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只要你乖乖的在家里，不会有人欺负你的。不，你不是已经……爸爸会保护你，姐姐也会保护你的。来，姐姐扶你起来。 我明明怎么了？你做错什么事了吗？别怕，不会有人怪你的。谁让你是我最亲的妹妹呢？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埋怨爸爸，为什么和外面的妈妈生了你。
又把你独自带回庄稼，怪爸爸一直教我怎么经营企业，把你排在外面。彩萱，你心里有这么多不满，你又为什么不说呢？你要是说出来，我就会告诉你，其实爸爸早就为你铺好了路。 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公司。其实，在爸爸心里，你一直是他最疼爱的小女儿。我也把你当做我最疼爱的妹妹。你是我要好好去珍惜的人啊！不，不可能！你们都在骗我，你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 你在骗我！你骗我！心川，你别怕，彩萱。彩萱，没事，你别怕，彩萱。彩萱，你别怕，姐姐在呢，姐姐在呢，彩萱，姐姐在呢，彩萱。彩萱，没关系，你别怕，姐姐没有骗你。 爸爸也没有骗你，庄稼从来都是由你才完整，庄稼有你，才是完整的家呀，姐。 Thank you.